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好，又是我们吃晚餐的时候，大家记得去吃哦。今天的晚餐就是水蒸蛋、烧麦、跟水果，就这样简单。哇，你去买耶！Okay, 我们先试试看这个蛋的味道啊。OK， 很好吃，蛋。我们试试看烧麦的味道。吃，啊，记得去吃晚餐。